哥，你想猜到吗？哎，你在干嘛？我现在在那个情人感，我在这里拍那个海报网的那个大片。对啊，怎么样？我没怎么样，我就准备晚一点去搭飞机，然后大概明天的时候会到澳洲嘛。要不要我去接你？你接我倒不用，你不是拍着的吗？不要我去接你啊！明天我就去再去现场找你呗。好吧。哎，我给你打个视频嘛，这里可美了，我给你看一下。视频。好不好？我，那个，那你等我一下，我要穿衣服，我现在刚洗完澡，我没穿衣服。不方便吗？旁边有人。没，方便，你等我一下，我把衣服穿上，啊，好，等一下啊。嗨，哇塞，你那边天气好好哦。对，我给你看一下，这边超漂亮。我现在在台北，我在台北。台北天气不太好，就是但我看你那边天，哇塞，真的是不要太蓝，哇塞，你好像瘦了啊，那个为情消瘦，为情消瘦，为情消瘦，哇哦，思念，什么？思念？什么？我听不清。思念。等一下准备一下，我把事情做完以后，然后晚上我去搭飞机。今天你就好好拍，好不好？啊 ，OK， 啊，那再见喽。拜拜。拜拜。谈恋爱的时候，我不是在见到你，就是在去见到你的路上。我想看到他，偷偷的接近他。好 ，OK， 好。我认为这个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告诉他我在，然后又不用说，我到了，我在你后面。没有照片啊？你怎么会有这个图片？你在哪里啊？谁给你发的照片啊？飞机早飞了，飞机他突然跟我说改成就是昨天晚上飞，所以我就昨天晚上飞了。他就这么出现在你面前了，所以就觉得就抱住他了，就觉得哎是真的。都带了一点东西，你还带吃的？你给他们吧。啊 ，Ricky， 咪咪 ，Hello， 啊。啊，你怎么来了？那个探班嘛，不就探班嘛。
带了一点东西来。对，我在旁边，我在旁边待一会儿。哦，其实这比较适合。就是你要围围巾。围围巾。还可以，不冷。不冷。哎呀，就是。哎呀，打扰了。怎么我说特别不对，这个时候。当然呢、啊，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来呀、啊？谢谢谢谢，谢谢。啊，好好好。我不吃，我不吃，你分给大家吃。我分了吧。对。好了，你想说什么，你终于可以说了。我他们的。他们终于走了。对对对。就是从。这小心肝好。这专门。还要不要来人啊？一起来吧。来，你过来，你也过来。你们不要在不合适的时间来，要来一起来。你们有什么话想说一次说完？没有，来来来。对呀、啊。来，有什么话一次性说完？你们不要老是一个一个的来。我应该正式的介绍。我怎么比你还紧张？其实正式的介绍一下，这是，这是谁？我们家那位，谁？我们家那位，这样子的方式，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是第一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温暖的事情。我们呢还有一段小的东西要录，可以再给我们5分钟时间吗？可以可以，当然可以。有病，当然可以。那还是拿、所以你要拿这个，我拿这个，就提词机就对了。我拿、这个，要不我拿吧。没事，我拿。想让他看哪一边？就站在这个位置。这个。对对对。来，预备，你先低着头，然后预备开始以后，你慢慢的抬头，然后就开始说话，预备，起。遥远的路上必须要有的就是咖啡，一如人生，这或许也是维度的不同。然后就愣了半天，哦，我才明白这是他想他自己写的一句话。他每次都是这样啊，他那个小幼稚就是这样子，但是你会觉得好暖。我看过一部这样的电影，跟女生告白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繁体字版，我就觉得那个很浪漫，所以我就想要重现一下我心里面的那个想象的感觉。他带我到这个地方，就我也蛮惊讶的。你带我来这里，你知道我来过了啊？我来过了，但是我当时觉得这里特别好，我也是说你来了以后我带你来这里。哎，我们俩想到一块儿了，然后还挺默契的。嗯，你来过了。对啊，因为我觉得特别好。换地方。我觉得太没面子了。不，我觉得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特别好，因为我也很想带你来，这里面真挺好玩的。那你说好新鲜啊，怎么好特别的地方我没来过，好不好？好，这里好新鲜啊，好特别，我没来过。Nice， 我带你去看一看。哇！好新鲜啊！小心你别滴到。好好吃，好新鲜啊！等一下，我要带你，还有另外一个步骤，一定是你没想到的啊？是吗？对，不然的话，我这样就有点没面子。Hello， 我们想要买那个三文鱼，但我们想生吃。可以帮你。好好，你可以帮我，那太好了。你等一下，就是甜虾是吧？对。有没有再小一点啊？那个小一点。不要大的啦，当然要吃大的。其实是小的比较那Sorry， 妹妹，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买虾子吗？因为爱情是盲目的，对不对 ？Nice。天哪！最近我看到他们说，爱情最好的状态就是，我丑，但你瞎。
我真的认为这个是一个爱情就是很绝好的状态，就是我有我的点，但你刚好不在意那个点，对吧？嗯。你刚不是问我说我们买这海鲜怎么做吗？对啊。现在我就带你去做。我们做啊？有个方法呗。哦，真的吗？嗯。这是哪里啊？这个是简单的说，是这个鱼市场的一个类似像教室一样，就是他会办一些活动在上面。你都安排好了啊？安排的。哇！嗨 ，Hello， 你是 brother？Hello。Hey, come on. Hey. No, it's French. Yeah, it's French. But you know, I learned French technique for many, many years. Hello. Hi. Hello. I'm Jason. Nice to meet you. Jason? Yes, sir. It's Oh. Oh, lovely to meet you. Oh, 我安排了一个厨师 Chef Jason. 厉害。来。回去学英语。Oh. Okay. Every night in my dream, I see you. Wow! Wow! So, it's important. So, fish like this is it's oily, so it has so much flavor. But I think it'd be really good to work with this. But have you ever filleted a fish before? We only want to fillet. 小欧，你会吗？我当然不会，但是我可以学。OK， 你所以 here， yes， he's done cut himself。没有没有没有。So beautiful。哦。小心。Oh， like a monster。Let me have a look。it's good， it's beautiful。So for today， we will just use the half。Let me put this here。Wow， I think I'm blushing。We cure this for maybe 10 minutes. 你最近有看到一个那个墨西哥厨师吗？嗯，怎么样？天鹅撒盐。啊！我们一起来，两只一啊。Oh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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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you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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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fore, baby. 用不撒盐。反正我觉得整个状态是我很享受的一个状态，是觉得你身边有一个人可以让另外一个人羡慕你，另外一个人羡慕你。My thought here, 应该没有。Remember we spoke of before? We spoke about the soulmates.So I like the idea. They look a langoustine, right? So this. Oh yes. Right? They've fallen in love. So this food will tell a story. 交杯虾 Yeah. Oh, so much love. 我们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Yeah, yeah. 这样拿着以后，你先这样吧。哎，对不对？聪明哎。然后滑，对，那就你就永远不会切到你的手。对对对。你可以给我吃一个吗？Not looking. 这个好，非常充满了爱的味道的土豆泥。So last one. Beautiful. Well done. Congratulations. You learned some new skills, huh? Yeah. All right. I have to run. I have to run. Man, unreal. Good to see you. Congratulations. Good luck. 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Best man. Perfect. All right. Got it.完成了 ，Yeah， 所以这么棒。哎，我们找一个漂亮的地方坐下来吃一吃，好难得我做，就你知道，平常我做饭都是熟而已，就想不到居然有机会就做一个，就是看起来啊，你看那么漂亮。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坐在那边跟他吃饭，就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共同经历，会很浪漫。也许未来肯定会有很多吵架的时候。有时候是靠着你们共同的经历过的美好，你会舍不得生对方的气，
我觉得相处应该是这样，你透过很多共同的经历去抚平很多未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当下特别能感受到他特别热切的希望说要记住我们此时此刻开心的状态，我能感受到他想让我记住这一刻，非常踏实。听说悉尼每周六那里会有烟火，作为女孩子来讲，可以和心爱的人一起去看烟火这件事情应该是非常的充满向往的，因为这真的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我觉得烟花这个事情真的，反正无论在什么时候看见，在哪里看见，对，都会觉得哇。等一下吧，时间应该还没有到。我前一阵子就是去录了一个节目，然后玩一个游戏，我觉得那游戏蛮好玩的，说反话回答啊，你想玩这个吗？玩一下，我来看你，你是开心的吗？非常非常不开心。我觉得这个游戏其实还蛮适合我的，不用这么直白的说出自己的答案的时候，好像还比较容易回答。换我。你是不是对所有女生都这么好？是。是。那就是不是，但是我还是很开心的。我想要的那种唯一性，证明你在他心里面是特殊的。但是你不觉得这听起来还是蛮不爽的？对，所以我刚反应了一秒钟，是，还是蛮不爽的。不是，还是蛮不爽。我可以摸你的脸吗？我可以摸你的脸吗？不行。我现在这个样子，你会心跳加速吗？会有一点点啊，不会，不会，好。当你面对着你喜欢的这个人，在当下的那一刹那有心动的感觉，所以当下我就觉得我很想靠近他。我也很想感受一下他是不是跟我一样有心动的感觉。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在意我？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在意我？哎，时间好像差不多了，烟火快开始了。哎，烟火快开始，来来来。逃避我。我觉得他有一点故意岔开话题，他是不是不太愿意面对我这种太直接的问题？我开始了，我们来倒数吧。好啊。好。五、四、三、二、一。奇怪，还是我快了，时间快了。没关系，可能时间不一样，差个几十秒的。嘿，你看。
看哪一个？就是那船。不是，怎么没有呢？我干嘛？我去问一下。啊？我问一下，我问一下。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没有烟花？我怕他会失望。We're waiting for firework. Oh, I think they don't have it anymore. They've already stopped the fireworks 3 months ago. 没有烟花，那我们不是白等了吗？这放了这个烟花，今天就是一个浪漫的夜晚；没有放烟花，就是个普通的夜晚。我怕他很失望，得想个办法。怎么样？去哪儿了？这么久？没有，因为其实没有。因为其实没有，他们取消了，两个月前开始，他们本来每个晚上都会放烟花的，现在只有过新年的时候才有烟花。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在这里看歌剧院吧。啊，或者。看歌剧院，不然我们就站到过年呗。站到过年？现在七月份嘛。太可怜了吧。站到12月，12月31号，11:59就有烟花了。嗯。哎，等一下。嗯。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巧克力是吧？呼呼呼！我看一下，那一面是什么？啊！冷烟花。啊？什么？冷烟花，看一下。在你失落的时候，它重新变出希望给你，超意外的。哇塞，你好棒哎！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可以放这个也不错啊。怎么样？太好了！我也是有一些招吧。哦，你太有招了。啊。这样，然后呢？然后你后退啊，你去那里啊。啊？为什么？就这样啊。还可以两只手的这样，这样。不像，还蛮像的吧？啊！我要跟你一起放。好。好，你去后面看，快点，快点。好，我去后面看。好啦。啊。其实我超在意你的，其实我超在意你的。By my side, by my side, by my side, stay by my side, by my side. 这不是反话，这是真的。他每一次跟你表白的这种话，都会让我觉得。就是有人用你特别在意的方式戳了你的心的感觉，非常幸福。其实我超开心的，特别特别开心。今天就除了幸福没有别的可以说了，然后两个人一起去创造了今天晚上属于我们两个人更美好的这个时刻。 Loving can hurt， 谈恋爱的人是不怕这些意外，然后自己点起来的那种成就感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You won't ever be al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Loving can heal。Thank you.
有人吗？没有，我吓吓你而已。那早点睡。接下来你们将迎来在节目中最后一段相处的时光，留下彼此共同的美好回忆。